今天我们来聊聊 AI 生成图像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关于 prompt 的基本概念。 prompt 中文可以翻作提示词，目前普遍指的是你对 AI 输入的文字要求。接下来为了方便各位，也方便一下我咬字容易打结，就统一讲中文的提示词。你还记得为了生成图片而写的第一串提示词是什么吗？最开始刚接触到 AI 生成工具的时候，我没有先做过什么深入的了解，甚至连新闻都没看多少，就点开了 Leonardo AI 的页面。相信应该有不少人跟当时的我一样，看到一点消息就以为电脑已经发展出能够跟人类产生自然对话的能力，知道我知道的，也知道我不知道的。不过真的使用下去之后，非常快你就会理解到 Nope, not even close。 AI 依然无法做到真正理解人类的语言，它只是能够产出人类可以理解的东西罢了。说真的，越是了解生成式 AI 的工作原理，越让我联想到会说话的鹦鹉。Did that hurt? Ow, ow, ow. Can you do a cat? How about a dog? Can you bark? Fly on the spaceship? And shoot the lasers? Can you do water? 你觉得鹦鹉真的理解了复杂的人类语言吗？还是它只是把特定的声音跟人类特定的反应做了连结？鹦鹉尚且是有脑袋的生物，是能够实际上看见这个世界、有自己情绪的动物。可 AI 不是，简单来说，它就只是非常精致复杂的数学模型。AI 真正理解跟计算的都不是人类的语言，它理解人类语言的方式也不是人类的方式。人要能够使用工具的前提是你需要具备使用工具的知识，或者至少要有去学习的意愿。如果你不学着怎么去跟他沟通，用他理解的方式来提出你的要求，那么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也是合情合理的吧。这支影片面向的是 AI 算图的新手，以及对提示词该怎么写没有原理上概念的朋友。以 Leonardo AI 的使用经验为主，分享我自己从零开始学习写图像生成提示词的心得，只谈基本架构跟新手上路的方向。关于 AI 底层原理的部分会尽量简单带过，如果你对底层原理感兴趣，可以回看我之前做过的扩散模型基本功。在开始前，希望各位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一键三连加个关注。首先是基础观念，用英文写效果最好。虽然现在很多平台，包含中国版 Leo 可以支援用中文来写提示词，但是还是比较推荐写英文。市面上的 AI 模型基底的训练几乎都是以英文来进行的，所以除了少部分特殊词之外，英文提示词的生成效果几乎可以说就是最好的。画面上是我拿了一串原本在国际版 Leo 写的英文提示词，它的生成效果是这样，但这个使用的是 PhotoReal V2， 目前在中国版 Leo 是没有的。对我来说，在中国版 Leo 上使用英文提示词的生成结果比较接近我原本想要的感觉。把提示词丢给 GPT 翻成中文之后，可以看到生成结果虽然还是很棒，但并不是我想要的风格。主要我觉得应该是 Colourpop 这个词用中文很难准确的让 AI 吃到。AI 看不懂你说什么。AI 理解文字的方式需要透过一个预先训练好的文字编码器，把人类的文字转换成 AI 看得懂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人类看不懂。AI 并不能用人类理解文字的方式来看懂你的公司。提示词的写法主要分为单词片语跟自然语言两派。个人偏向单词片语，偶尔会混着用。自然语言就是像人类讲话，带有描述、修辞、语法等口语化的内容。目前在 SD 岔楼之后发布的模型中，自然语言提示词的表现能力是有显著提升的。越靠前的提示词权重越重，也就是说 AI 会更重视它。在靠前法则的前提下，提示词仍然有天生权重的问题。这取决于各个模型训练的方式，天生就重的提示词即使放在后段也不容易被其他词吃掉。相反的，有一些轻的词在不调整权重的情况下，你放排头也不一定会出来。同一个提示词在不同模型、不同采样调度、不同 LoRA 等不同条件之下，会有不同的对应结果。因此需要明白，提示词没有绝对万用的标准版。同样是生成式 AI，语言模型 like ChatGPT
和绘图模型 like Stable Diffusion 是两码子事，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各家平台的效果语法基本上不通用哦。模型本身并不吃语法，语法是给平台建构的工作流程吃的。Midjourney 用 Midjourney 自己的语法， Leo 用 Leo 自己的， A1111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D Web UI 也是用他自己的。使用前请详阅各家公开说明书。没有训练过的词就不会有对应的效果。在模型中没有资料的提示词不具备意义，充其量只作为一个乱数，但是这不会导致无法生成，并且仍然会对生成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只是这个影响跟你预想的不一样。简单来说， AI 会自己跳过它看不懂的部分，类似于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 AI 读取提示词有一定的长度限制，过长的提示词后段内容容易被忽略掉。目前在 SDXL 系列模型中，长篇提示词的表现能力也是有显著提升的。以上十点基本观念可以帮助你在测试提示词的路上少走很多弯路。总结一下新手刚开始可以使用的写法，用英文写，重要的放前面，发现效果出不来的除了往前放，还可以透过平台语法来加权重。不要把提示词写成论文，也不要尝试跟算图 AI 对话。刚开始确实推荐先从抄袭别人的提示词学起，这个阶段就像是学书法时的临摹字帖，学画画时的临摹名画。但是抄不能盲目抄，盲目抄的话提示词的功力是不会进步的。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但一点点慢慢记慢慢学，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背下了很多单字，并且生在这个时代的我们，除了基本的翻译工具，还有强悍的 ChatGPT 啊。我最近就透过 GoingBus 合租平台订阅了 GPT-4， 透过合租的方式，订阅价格变得非常低，现在当付费仔还能享受到几乎用不完的 GPT-4o 对话次数，回答速度真的比免费版要快得多。透过专属连结和优惠码，订阅费用还能再打九折，资讯我会放在置顶留言，感兴趣的朋友别错过。除了 GPT 之外，还有各大串流媒体平台可以合作哦。从修改别人的提示词开始，把主体替换成你想要的描述，把背景替换成你想要的场域，把风格替换成你喜欢的风格。稍微有点熟练度之后，就可以试试看自己从无到有写出一段提示词。一开始不用直接写超长，一点一点加就好。最后我们再来完整的走一次怎么样写提示词的流程。总结基本概念，以下是我对新手写提示词的建议，也是我自己通常使用逐步完善提示词的方式。用英文来书写，用单词来构成，先写出简单的主体，想要表现的技法、色调、氛围等等，加上基本有写有保佑的 best quality。 接着根据使用平台可接受的语法来添加语法，以 Leo 为例，在炼金术开启的情况下是可以透过挂号来添加权重的。到这一步，我会先刷几次图，看我写的东西有没有按照我想的方式表现出来。根据结果调整提示词的前后顺序，并增加更多的细节元素，比如反向提示词、艺术家名称、第二色调等等。最后你就可以更换模型，或是更换画布尺寸，更换其他的条件设置，根据结果再回头调整你的提示词。写提示词的路子有很多，我并不是唯一正解，只是其中一条路。虽然前面提到了 AI 终究是数学模型，但因为它足够复杂，有时候确实会有某种体感上的玄学，因此不同的老玩家会有不同的偏方，在国际版我们称之为 secret sauce。 希望每个走过路过的朋友在看完后经过练习，都可以找到自己写提示词的风格。我的第一串提示词是真的挖不出来了，目前可以找到最早的是画面上这两串，超级大篇，对，80%都是到处复制贴上，那个时候对 AI 完全没有概念，然后英文也很烂，
现在回头检查一遍，可以改掉的地方好多，基本上是可以全部砍掉。写提示词这件事情，有练习真的有差。现在的我也不会写那么长串的反向提示了，大部分的时候甚至不写，或是只写一些基本款。希望这个教学对你有帮助，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可以的话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第一串或是可以回溯到的最早的 prompt 吧。下一回我们来分享一些基本常用的词。感谢各位收看，拜拜。